佢嘅英畫景嘅呢啲造詣咧，其實令到我而家同埋在座好多來賓咧，都係非常之咧係呢個嘅讚賞嘅嚇。咁啊，今次嘅書畫展覽咧，阮師傅咧特別咧係叮囑我咧，係要多謝好多參與籌備嘅朋友啊。咁啊，呢班幫書畫展覽籌備嘅朋友咧係不分先後嘅，包括咧係有歐豔香、徐慧珍、李雪梅、梁元珠、祝殿華、司徒慧芳、黃麗玲、黃麗燕、張永田、鐘少玲、鐘景培、羅培哥、蔡秀雲、鄭瑞娟、楊慧文同埋劉月英嘅，多謝咁多位嚇，為咗今次嘅書畫展覽咧，係出咗好多力嚇。咁啊，全哥咧再三咧係叮囑我咧，係我個位咧係衷心嘅感謝嘅嚇。咁啊，喺呢個展彩儀式開始前咧，不如各位再次掌聲，我哋歡迎阮國璇師傅為我哋接觀影前，有請師傅。非常多謝各位嚇，可以同我哋分享我哋劇界嘅前輩、書畫界嘅朋友。咁我畫畫真係好短時間，畫一年幾，真係啱嘅地方多多指教，多謝各位啊！其實啊，船哥係啊，我其實我知道咧，阿船哥嘅書法咧就已經咧就有口皆碑，而且唔應該用書法，除咗書寫、書法藝術層次之外咧，其實船哥應該都係書道噶啦嚇，應該開始提升到咧呢個哲學同埋呢個人生哲理嘅層面啊。咁以下落嚟咧，我哋咧係會舉行今次啊阮國璇書畫展覽嘅展彩儀式。不如我哋請咧係全體嘅來賓啊，我哋一齊數三聲，一二三，好嘛？預備。一、二、三。非常之高興嚇！咁啊，咁多位嘅展彩嘉賓咧，佢金字一揮，標誌住咧阮國璇書畫展覽正式咧係呢一個嘅開始嚇。咁啊，各位來賓嚇，咁你都可以咧揸住嗰個嘅彩圖，我相信你都可以嗰張相先嚇。